我是盛华南第一的林昭平，现在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我今晚的主持搭档，也就是我们盛华节目主持的一姐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不跟你说等我一下吗？你为什么不等我呀？大家都等不及了，这穿越很辛苦的。穿越一会儿没来，你就上来了。哎，就大家都等着你开场了。哦哦 ，OK， 行吧行吧，咱们开场吧，赶紧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在这秋高气爽、丹桂飘香的夜晚，我们停！我们搞错了吧？这好像是我们去央视中秋晚会的开幕词。Oh my god！ 穿越的，简直就是把人搞糊涂了。难怪你看看下面清一色的严肃的面孔，也不鼓个掌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咱们重新来吧。好，盛华兄弟姐妹们，盛华的亲朋好友们，我是女中生部的周青，今晚非常荣幸的能和我们盛华男主持一哥林昭平站在这里。我可知道，我们盛华姐妹叫亲的姐妹都是一姐，你刚才说好像说我什么了？再说一遍，我说你是盛华男主持的一哥呀 ，Number One Big Brother。不，说少了，分量不足。哎，我堂堂的林昭平，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，谦虚低调的，毫不凡尔赛的说，我可是盛华节目主持的一哥，八哥。哇，一哥你不当，你想当花言巧语的八哥，行，厉害，你牛。牛。行，咱们言归正传吧。说起咱们盛华的联欢会呀、啊，从云端到露天，到今天的室内，也走过了3年的时间，非常开心，今晚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多么熟悉的舞台，大家又可以。同台献艺，这将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。对，听说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有歌有舞有相声，虽然节目数目不多，但是每个节目含金量十足，这些节目都是在我们团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敢编排出来，可见我们盛华的才子才女功夫不一般。确实是这样，那咱们就赶紧吧，让好戏赶快开场。